分就是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这最难写。那以前的任何语言呐、啊，不管你写 Java 啦，写或者是写 C Sharp，或者写什么 VBA 等等的，它的写法都雷同，PHP 也雷同，而且好像没有更简单的写法。那 Python 有一个简单，就 format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把它改 format 的话，怎么改？好，我大概改一个，各位看一下。一后面这一串哦，其实你就可以怎么样，把它 delete 掉，留下什么？留下最关键的。Insert into members value，空一格 value 有没有？然后后面一个括弧，后括弧哈、哦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后双引号，那里面要放什么？五个栏位，中间加逗点，啊，前后一定要单引号，因为是文字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怎么写？用如果用 format 来做的话，很简单，双单引号，中间加大括弧，逗点，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哦，这个应该。打这样应该简单多了，应该会比较简单吧。第二个，那、啊、第三个什么？第三个再复制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哎，有没有？中间加大括弧就好了。前后是单引号，这样也应该有比较简单一点吧。OK，好、哦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用 format，再把五个变数传到那五个大括弧里面去。就 OK 了，好、哦，应该可以看得懂吧？好、哦，有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先做完哈、哦。那如果实在是还一下子没办法反应过来的话，回去再试哈、哦，多试几次，这种写法应该会比较简单啊。这个是一个字串哦，后面的话你只要点什么？点 format，哎，等一下，打一下那个，切一下那个输入法一下。哦，这边点 format，然后呢就把什么了？把那个五个变数啊、哦，分别放过来。啊，五个变数实际上就是第一个是这个，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啊，你就分别什么？把这个中间的话呢再加逗点就可以。好、哦，所以分别贴逗点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这一个把它改成一，啊，list 一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。再来是第，再串到后面，哦，再串到后面，再串到后面，所以一二三四，然后后面的话就加一个小括号，OK，这样就 OK 了，哦，就大功告成，所以 format 就是分别把一二三四五个变数呢。帮我塞到这五个大括弧里面去，并且变成一个字串之后丢给 SQL 语法，好啊，这样 OK 就完成了。这样写有比较简单吗？好，诶，还是一样难。好，没有啊，只是你可能栏数比较多了哈。OK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它 execute 一下。基本上的话，如果没有错误。它没有错误区，表示已经写入成功，那应该就已经丢进来了。所以我们在 browse 里面哈，browse data 里面看一下，啊，就又写了。不过你会发现这个，因为我没有 primary key，所以它不会防呆，就一直写一直写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干脆啊，如果你避免重复的资料的话，也许可以在那个什么建立资料表上面再多做一个，就是说，我如果有的，我先把它砍掉。我重建，所以如果我要把它砍掉的话，刚刚有讲过，就是你如果要删除旧资料的话，把 create table 哈改成什么呢？drop table。然后呢，if not exist，把它改成 if exist。如果这个有存在的话，就怎么样呢？就帮我 drop 掉。意思就是说哈，我因为如果说你不要一直有新的资料嘛，反正我们理论上会执行一次的话，就是会更新新的，把它到新的啊，所以我就先旧的删掉，再丢新的。所以这个这一行这两行的叙述就是把旧的如果存在的话，帮我删掉哦。所以这边把它执行一下，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哈把那个资料丢进去了哈。那再来的话。其他的话，请各位再试一下哈。那特别注意哦，我这边的重点就是用那个 format
给五个大刮胡之后，后面再把这五栏的东西放 Format 里面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。那当然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哈，在 Python 的官网上面，它有提供另外一个，除了那个主笔的 Insert Into 之外，哈，它也提供一个叫 SQL Many。所谓的 SQL Many 就是它可以，你先串好一个串列，我直接就整个全部塞到资料库，你就不用说一笔一笔慢慢的塞，好，你不用一笔，你就可以先把它做成一个串列，而且它还有规定说那个串列哈，一定要二维的串列，就是串列里面还要有串列，那你再把这个串列丢到 SQL Many 后面，它就会帮你把整个资料全部一次性的塞到资料库里面。那这个的好处就是，第一个写法可能比较简单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它的写入的效率也会比较快一点。但至于快多少哦，我是有试过啦，我是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哦啊。但也许资料量多的话，会稍微会比较不一样啊。这个怎么做？而且请各位先试一下哦。刚刚可以把它改成用 Format 试试看哦。